卡蛮久，对，还蛮可惜的哦。这个九支，哦，看一下谢俊任这个球，中外野方向落地形成了安打。下一棒是于德龙，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记录呢，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，那个人呢是钟成佑。为什么说是钟成佑呢？我今天赛前跟这个佑佑妹讲，他说他也不知道，因为呢钟成佑今年球季打到现在已经有11次的高飞牺牲打了。